主席、各位委员，本院委员林兆尔等12人，鉴于儿童网络安全越来越引发各界注意，有调查数据就显示，65%以上的父母对于小孩上网所遇到的问题相当的不放心，但是却只有5%的父母当小孩上网时一定可以陪伴在身旁。台北市家庭电脑拥有率超过了90%，家庭上网普及率也逾了80%，显示出儿童网络安全相当的重要。为了保护儿童上网的安全，敬请相关单位提出合作的计划，建立小朋友正确的网络使用观念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林正二等。